嗨，各位安安好，我叫梅森。接下来你们现在收看的是，也是另一个新游戏哦 ，Rocket Bird， 然后呢 ，Chicken， 啊，随便啦，啊，其实中文翻译叫做那个什么，火箭鸟啦，顾名思义，然后铁汉雄鸡，两岸人都是这样翻，都是这样翻译。来啦，来玩困难的啦，输人不输阵啊，来吧。装逼哦！哇！好，全剧终，游戏结束。哦，没有啦，第一章啊。这游戏有到底有没有配音啊？有啦。废话，我都已经玩到，本人都已经玩到第八章。哎，打我，偷打我。啊，偷打啊！偷打我，哎呦，你好意思吗你？没有漏东西啊，走吧。第一章，丛林中的统仓。为什么要这样念？我到底在工厂笑 ？Go。可是下面有东西吧？那依据我的寻宝敬业精神，哎，下面肯定有东西。这是不是必经路线？哎，不对不对，不太对呢。等我一下。不太对劲哎，上面有什么东西啊？勾不到啊，那就表示上面不可能会有。啊，就这样。啊你妈哎，你他妈当我真笑哎哟！你可怜。好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浪费了15秒。哦不，应该不止15秒。哎呦，我以为这里有隐藏东西嘞。打奇奇。不怎么样嘛，除了那个最高那个不困难难度、哦、他们打我比较痛以外、哦、他们血应该没有很厚，好啦，应该也很容易破啦，以我多年游玩的经验 No problem。 糟糕，我做错了什么？糟糕，我做错了什么？
不会吧？这不会是核弹吧？才第一章就全剧终了吧？哎，靠北！你今晚上把我拉200个人过来，把这些王八蛋的眼睛挖出来，把他们毒氧，挖他们的心，扒他们的皮，把他们鸡鸡拿出来熬汤。来，再来。哎，为什么他比较快？好像我这把手枪好像有改造过的机关手枪。别的不说，我还以为我在拿，我拿的是 G36。哎，G36我忘记了。不要怀疑，这种东西哦，以往就是破关道具，哎，男人的直觉，哦，虽然说我玩过一次了，但还是深有保持那种男人的直觉。不要怀疑我。耶，我虽然不知道捡那有什么用意，不过。装一下币也不错。No！ 哎，有配音哎。Why me？ What did I do？ What am I gonna do？ What am I gonna do？ Pull yourself together, Butsky. You've got the whole penguin army.We've clowned him to fight him. He's just one little chicken. 你自己也是鸡呢，大哥。Then I will eat him. 我靠，你要吃掉自己同类哦？按刚丢后不？啊，第二章第二天早晨，干就这样什么？hey.I see fake versions of myself. I must be seeing double. 问你啊，哎，去死！不要！不要！不管那么多。你遇到这种情形哦，狂开狂开枪就对了。可恶！我打不到那边的人呐、啊！快不是弹！哎，死了吗？哎，你们，我不要！难死哎、欸！真的吗 ？Smoke, shop, shake， 这是什么啊？特种部队招募吗？哎、欸！哎、欸！物质，那、啊、就这样。没有更好的欢呼声吗？哎、我怎么觉得他们整个好像在丢金一样？什么？他拿跳 disco。哎、欸，你还没死、啊！上楼，这边要怎么上去嘞？算了 ，I give up。
都不要想。是啊，掩护墙。掩护掩护。来，再给我。哇塞！那他直接一瞬间冲过来。哇塞，那比鬼还恐怖。谢谢战友诺，敢跟你拼了。不要，不太多人了，不行，不行。来来，下来啊，上来啊，上来啊，你有本事开枪，哎，你怎么没本事上来呢？你们真是太勇敢了。哎，这吃得到吗？吃不到啊，没用啊，我走到边缘它会，这脚会滑掉。哎，这个不解，那红色的那个不解，那个应该不会死吧？算了，不解了，没意义啊。不要！还是说这游戏有隐藏结局啊？是，这很难讲。你知道吗？现在这种那个小款的独立游戏哦，都一定会有自创那个隐藏结局。也是一样会记剧情。What the hell? Well, it's time for some jetpack action. I know that.看空白键，第三张喷射火机包，我是故意这样讲，不要怀疑。独秀，不要！我记得还有一只。啊哈！是谁啊？拿火箭炮哎！那我要是被他击中的话，我就血要挨嗨了。Oh no way, no way, man! Oh hell!可以打掉吗？可以不要啊，可恶，为什么不是补血包？哎呦啊，牵住我也应该还有一只吧。
Are you still there? Son of a bitch! 现在是怎样？你在玩《独龙传》吗？左右射哦，同时对付我左右边的敌人也会很困难，因为哦，你要隔一两秒你才能，对啊，你每次哦换另外一个位置方向，换左边，譬如说换右边方向，你要隔一两秒，所以这就是这游戏一个最大的致命伤，虽然不是缺点。但就是哦，呵呵，唯一你身为一个记忆的主角的一个致命伤在就是，天哪，他们是怎样？子弹我都打不完。血条跟 BOSS 一样。冲！还有一只，你能奈我何嘞？啊？哎！还没挂掉啊？走！不会吧？我没子弹了！你们这群王八蛋！大陆机啊，你帮我把那眼中的挖出来，喉咙割掉，吹气进去，把筋挖出来，皮发掉，再把基地切掉，喂猪。不要再浪费我时间！不要！完！哦！好了。那会就第四章哦，哎呀，真的很快嘿，不行啊，不能啊，四章啊，算了，好了，差不多就录到这里咯，拜，下一期待续，啊。